想那个尖端出版作为一个出版的一个推动者，我们在五六年前引进了一系列的这个日本最有名的摄影丛书卡巴系列，然后我们也跟国内的很多名摄影师也合作，也陆续做了一些出版。那这几年这个最近这两年，很多出版社也投入到这个摄影书的这个出版的领域，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那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学习到摄影，把这个摄影完全融入到生活里面。尤其这个网络非常发达，这个不管是 Facebook 还是这个网站啊，个人的这个网页，还有这个，所以它这个让这个摄影的这个活动啊能够更普及。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来推广，让更多人能够来玩摄影。那越多人摄影的话，那对这个摄影器材的这个销售啊一定有很大的注意。数位清台